稷下学院呢，建于北海之滨，由庄周、夫子、墨子三贤者所创立，以有无相生的观念培养了不少英雄。比如说我，天才少年东方耀。要通过入学考试呢，就得看你能拿出什么样的宝物了。不是吧，入学考试居然要打星火神兽。冷静点，他没看起来那么可怕。要小心避开他的重击。好强。进入瞬间之月，爹，充满了力量。破魔之剑，快上，就是现在。居然还会这种。支持三宝龙王怎么会出现在稷下？快闪开！王者峡谷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这一切的源头还是在那个地方。长安久违了。说给他的考验会不会太难了？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再说他可是我看中的人，绝对没问题。还是有点替他担心，贤者把这么困难的事交给他。星光荡开宇宙，少年闪耀其中，而且还有我在呢。希望他不要像你一样臭美。